气的照片。来，两位帅气，就这边位置。好，来来来，好，来这边。好，来我们邱心志林哥，你们一左一右。那我的右手边，来我们的右手边，好，右手边。好，视线要一样，中下方镜头。好，右手边的镜头。害羞有点腼腆。好，二一 ，Ready for action！ 动力火车赛道之夜正式起跑，跟着你。不是很熟哦，当然很熟啦。但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了，那这个有自己的梦想总是比较不是比较有梦想才会一些有伟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很清楚这些事情，但是我想应该祝福他们了、啊、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人各有，他们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师妹了，就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历经了这么多的这个时间，那跟我们最亲近的最亲密的师妹应该也就是 SHE。 那最近有没有听说公司有受到一些影响，有感觉到我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影响了，那但是如果有影响应该也是正常的啦，因为毕竟 SHE 这么红，然后这个对公司也当然有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但是公司还是很多的这个很有天分的一些歌手，比如说动力火车啊，所以我觉得还可以独挑大梁啦。